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量化历史在网上讲座系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彭凯祥教授，来给我们进行一场关于清代法律史为主的报告。在座的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彭凯祥教授，他的研究不仅在经济史学界，其实在历史学界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的感觉是彭教授的研究呢，非常的细腻，特别是对于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民间的这个经济活动、民间的交易、借贷，以及整个的民间的市场和贸易网络怎么样去运行，彭教授基于非常详实的档案和史料呢，能够做出非常精彩的这个分析和解读，而且呢，彭教授又可以从一些个案和定性的研究中呢，穿插到我们这个经济学常用的统计或者说计量的分析，从而得出一个比较一般化的一个结论来。那么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从交易到市场》，这本书里面，你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这种关于民间市场和这个交易的一些案例和分析。那么，最近彭教授转向研究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清代的制度史，具体是从法律史这个角度来入手。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难以量化的一个研究的领域。但是今天呢，大家会欣赏到彭教授，以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办法，来给我们大家来解读清代的这个法律制度是怎么样演变。各部门之间呢是怎么样去协调，以及国家层面的正式法律和民间的这种既有的这种契约和制度，或者说非正式制度，他们之间是怎么样来互动，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彭凯祥教授。彭教授有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讲解，然后我们会邀请上海交大历史系的蒋勤教授，来作为这个我们的点评嘉宾，最后把时间留给观众。那么，我们现在有请彭凯祥教授。好，谢谢思成的介绍。那我现在就共享屏幕吧。好。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关于制度史研究的量化尝试。那就像思成说的，我本来是做经济史的，然后在过去几年开始对法制史发生兴趣。那对法制史的研究，其实也既做了定向定性的，也做了定量的。那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定量方面的研究。那这些研究呢，其实很多也是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一起做的，包括像陈子午教授、林展教授，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合作。所以呢，一会儿要介绍的很多是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些成果。好，那么因为我的题目写的是量化尝试，所以我首先先要补充一下。那在我看来呢，制度史研究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有量化的方法，其实更准确的来说，它是以定性的方法为基础的。那无论是一个制度它的来龙去脉的考证，还是一些概念的提炼，包括它的机理的分析，其实都要做大量定性的研究。所以毫无疑问，我们的研究应该是以定性为基础的。可能对于学历史学背景的同仁来说，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定性里面也包括用数理模型去刻画。那对于经济学的学者来说，这是非常常见的定性分析的方法，用一个模型去刻画背后的逻辑。所以并不是出现了数学都是用的量化的方法。那但是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也要用到一些定量的方法来做研究。一个最明显的情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量本身就有制度的含义。对于法制史来说，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当时的人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觉得他们那个时代所面对的法律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它的条文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是一个明显的量上面的观察，所以在清代有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个法律变得这么复杂。
所以，包括乾隆自己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法律变得太复杂了，最后只有那些久历兼蓄、那些人，那些内行，他们熟悉这些法律的人才能够使用法律。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舞弄法律。所以呢，这是一个从量上面去理解这个制度的方，制度的角度。当然，法律现在的法律是不是真的已经非常复杂了？这值得讨论的。至少在当时也有其他的声音，比如说，如果这个法律不断不进行不断的补充的话，那我们的案件就会越来越多。那这些审判的人，他如果不依据法律的话，他可能就只能去直接去翻这些档案里的案件。那档案越来越多的话，那如果这些内部人他熟悉档案的话，那他从档案里面去舞弊的话，可能比从法律里去舞弊还更容易，因为档案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法律的增长速度。所以，无论是这些档案或者说成案，还是我们看到的法律条文，它在量上的增长都引起了当事人的注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量本身它就是一种制度，它本身有制度的意义。另外呢，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对制度进行刻画或者比较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于，制度呢，它其实是多维的，它不仅有一个维度，它有很多维度。那例如说，经济学家习惯对不同国家的产权制度进行比较，给他们打分，然后不同的方面进行加权，然后把它加在一起，然后得到一个分值来进行制度的跨国比较。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多维的制度的话，如果它的这个维度非常复杂的话，中间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比的问题。例如说举中英的产权制度比较为例，那在早期近代的话，我们可能经常都会有一种判断，那就是认为英格兰的产权制度呢，可能是比较正式的非人格化的，那中国的产权制度可能是比较人格化的，或者非正式的。这个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产权制度的维度很多的话，可能这个说法呢，可能就要需要做一些修正。例如说，如果从这个产权的界定方式来说，那当然英格兰要正式一些，但是如果从这个产权的内容来说，那英格兰正是因为它比较遵循正式的法律，那正式的法律里面所许可的不动产的可转让性呢，它是有限的。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没有无救济的权利，也就是法律里面没有提供救济方式的权利，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所以的话，在以正式法律为主的情况下，那不动产的可转让性反而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那反观在中国的话，它的这种不动产的可转让性，主要是来自于契约习惯这些民间安排。一旦这些民间安排得到司法上的认可的话，那它的产权的转让呢，就会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新制度经济学里的产权数的概念。你可以把它做不同的细分打包，然后进行转让，所以它就会显得很灵活。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产权维护的维度的话，那在英格兰的话，那它直到19世纪司法改革之前，那打一个官司的话，那它都会有一些正式的限制，无论是格式上的，还是一些程序性的限制，它会有一些正式的门槛。但是呢，它的司法资源相对丰富，它的法院的密度肯定远远高于中国，所以它的这种非正式的门槛会比较低。而在中国的话，正式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一个诉讼的话，即使它程序上有瑕疵，县官按道理来说他也有义务要还你清白，但是呢，它非正式的门槛比较高。因为这县官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处理所有的这些涌向他的案件，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会看到产权制度是很多维的。所以如果要去做对这样一种多维的制度进行刻画比较的话，可能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那有些工作可能是要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例如说我们需要对这种多维的制度它的那些属性呢进行不同的归类，我们要把它的属性划分出来。然后每一种属性下面有哪些类型呢？要进行一些标准化的赋值。这个工作呢，有很大成分其实是定性的工作，但是一旦标准化之后，它就为后面的定量工作呢提供了方便。所以它其实是介于定性和定量之间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原来对制度的比较呢，可能有点太单一化了，所以有的时候会它的说服力呢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如果我们要去研究制度间的相互关系，的话，那也需要一些定量的方法，因为
一旦要去讨论制度间的相互关系的话，那最核心的就是要识别不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那要识别因果关系的话，需要做相当多的定量的研究。那说到制度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的话，那可能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奥斯特洛姆他们提出的共用资源治理的系统。那在这样一个治理系统里面，他们把所有的相关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都放进去，然后组成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指标，然后去考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指标系统很容易建立起来，但是真的要去做定量研究其实蛮难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那在中国的制度史的领域里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讨论，比如说关于财政压力对于我们的诉讼制度的影响，然后像宫崎胜教授近几年也在研究财政制度改革和科举制度之间的关系。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难度比较大，所以目前的研究还是比较少一些。但是关于制度运行时态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多的。那我们知道，纸面上的制度和实际的制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要去评估实际的制度的话，那可能量化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在这方面，其实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经典的研究，比如说关于科举制下面官员出生的百分比、出生的结构，然后地方官任期的变化，然后像幕僚的流动，那都有历史学者做过很杰出的一些量化的研究。另外呢，制度的变化呢，它会对社会经济带来影响。那对于它的绩效的评估呢，这是量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可以说，在这方面呢，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工作，因为这是经济学家最擅长的领域。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合，可能我们都需要做定量的研究。那大致上来说，我们现在的对于制度史的量化研究，最集中的可能是是制度绩效评估这一块。这一块因为这几年经济学背景的学者投入比较多，那这一块做的研究很多。但是从我们刚才的简单的讨论，我们也会发现，要认识传统制度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个制度呢，可能是很多方面错综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话，在进行绩效评估之前，可能我们本身需要对这个制度本身要有更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一会的介绍，可能主要是在前几个方面，对于这个制度本身的一些讨论。那在具体的介绍我们对清代法律制度的研究之前呢，我想先对清代的法律制度的概况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需要声明一点的，是我并不是法制史的专家，那我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来对法制史发生兴趣的，所以呢，我对清代法律制度的介绍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是考虑到听众里面可能也有和我一样背景的同仁，他们是从一种外行的角度来关心清代法制史的，所以我想还是有必要对这样一个概况性的东西做一个说明。那我在这里面呢，把我要讨论的法律制度呢，我称为法规范，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规范呢，我觉得可能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一个视野里面。那首先当然是国家的一些比较正式的法规。那国家的法规呢，其中一些是成为典章的一些法律制度。那这些所谓成为典章的，他们是整理编撰成册的，然后进行公开的刊发的这样一些法律规范。那其中最重要的，像《大清律例》，它可能是清代最基本的一个法律典籍。那然后呢，各个部门那它都有自己的则例。那这些则例呢，也是它有一定的编撰周期。那它会编撰，然后会对外刊发。然后还有像汇典事例，那这个汇典事例，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那这些是一些典章。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过去办理过的一些案件，它成为成案。然后有些办理的意见，它会通过一些文书的方式把它发到各个衙门去，成为一些通行的惯例。然后还有一些具体的章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规范的文书。那清代的这些法律文书，它的调整，它的修订呢，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所谓的修例上面。可以说，修例呢构成了清代的
国家的立法活动的一个核心。那它所修的律呢，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大清律里面的律。那这个律呢，清代人经常会称为条例。那为了表达的方便呢，我也用律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表示大清律里面那些律。那各部院的则例也是律的一种。那这些则例呢，经常会在会典释例里面汇编在一起，这就成了释例。所以呢，这些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法规，对于我们理解清代的整个制度变迁、政治变迁都很重要。所以有前辈学者说过，如果要了解清代的制度变迁或者说它的政治的变化的话，则例可能是最首先要去讨论的材料。那这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那至于地方层面的制度的话，和中央层面类似的，它也有它的利益。那这个呢，在地方层面最主要的是省立。那同样的，在地方层面也有很多具体的办事的章程。那有的时候地方官会直接向社会发布一些文件，那这些呢可能是是通过榜文的形式来发布的，它也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呢，还有很多地方上面的经办过的一些案例呢，它是没有转化为这样一些成文的法规的，它可能是在衙门档保存在衙门档案里面，比如说八仙档案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卷宗，也有可能是收录在方志啊、碑刻啊、族谱里面。那这些判例呢，也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在诉讼的过程里面，在法官在州县官去审判的时候，也都可能会引用这些判例，所以它也都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另外呢，还有很多民间规约，他们虽然是民间提出来的，比如说行规，它是由民间制定的，但是它经过官方的批准备案的话，那它也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成为有法定约束力的这样一种规范。所以呢，这些呢，我把它称为地方法规。但是还有很多是没有进入到这样一种正式的这样一种法律体系里面的民间习惯。例如说，有很多规约它没有城关批准，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批准啊备案的程序的。那实际上，这样的行规啊，或者族规、号规也是非常多的。然后还有是，当事人私下达成的一些私约。那这些私约的话，它也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在当时的诉讼里面，这些合约的话，它普遍来说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那他们的司法效力是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的。此外呢，还有一些是不成文的。那无论是合约还是规约，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成文的，但有些不成文的习惯或者习俗，那么在司法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呢，问询官员呢，他可能会去咨询一些当地的人的意见，看一下当地有没有这样一些习惯，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不成文的习惯和习俗。当然，还有一些规约的话，可能很难纳入到法规范里面，为什么呢？比如说像结盟、赌博、械斗这方面的规约的话，它是直接违禁的，所以它不可能具有正式的司法效力。所以我想在我们说法规范的时候，可能需要把这部分排除出去。好，这是一个清代法规范的在我理解里下面的它的一个概貌的情况。那因为我的背景是经济史，所以我一开始对这些制度感兴趣，其实是从民间习惯开始的。我一开始兴趣在于民间的东西，但是当我去理解这些民间的习惯的时候呢，我发现可能需要结合背后的国家的法规、地方的法规去理解，才能够得到一个贯通的认识。所以呢，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不妨先从国家层面的法规开始讨论。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更贯通的框架来理解清代的这个制度的运作。那从国家的层面来讨论的话，就像刚才说到的，最重要的是一些例，这些例里面，可能最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又是律例。那大清律例呢，它有很严格的撰修的程序。那它的修编呢，它可能是皇帝呢发动大家提意见。那这些提意见的方式呢，可能是官员通过奏折去谏言。那一旦通过奏折去谏言的话，在清代的这样一个公文书的制度里面，奏折呢，它是可以直接到达天听的，直接到达皇帝那里，然后皇帝呢，可能又会发给一些重臣进行讨论。如果讨论批准的话，那这些意见会发到编修律例的机构，也就是律例馆那里。那当然也有的时候呢，这些官员呢是通过一些
比较常规的公文的程序，通过提本的程序，一步一步按照这个行政程序递上去，也会到利率管那里。那利率管那里，当他积累了一定的这样一些建议的时候，到每届修例的时候，他就会提交给皇帝看一下这些哪些是合理的建议，需要纳入到新一版本的利率里面。那还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官员主动的去进行这样一些建议，而是因为官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案件的处理上面呢，和现在的法律的规定呢，可能有一些出入，他可能需要通过提本的方式呢，这个案件一级呃他的审理意见一级一级提交上去，那提交到专业的刑部啊或者相关的部院进行讨论，或者呢他会直接去咨询这样一些部院的意见。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形成一些法律修订的意见，就也会汇集到利率管去。所以大致上，我们说利率的修订呢，可能有两种情形：一个呢叫做因言生利，也就是因为主动的建议而发生的调整；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实际的案件的处理所发生的调整。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因案生利。那这也是在法治史里面大家用了很多的两种划分的方式。那这是刚才说的是利率的修订方式。如果去看折例的修订的话，折例的修订程序稍微要简单一点。那折例的修订呢，它一方面它不像利率那么复杂，它一般的话它涉及到的是单一一个部门。那例如说是户部的折例，那它主要是由户部的这些官员，他因为需要，然后他可能通过提本或者奏本的形式提奏给皇帝，然后皇帝可能会组织讨论。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刑部官员他提奏的一个建议呢，可能和户部有关系，那皇帝也会做出指示，提说这个讨论呢要把户部引入进来，所以会有一个该部讨论的一个过程。那也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是因案生利，那是因为在一些具体的事件的处理过程里面，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意见，然后提交到皇帝那里。那一旦奏准之后呢，那这些吏呢，可以通过一些公文书的方式呢，把它作为通行吏，通行到各个衙门。那过了一定时期，到了修例的周期的时候，那到编撰折例的时间的话，那在这时候呢，每个部门呢又会把这些奏准通行的吏以及其他部门相关的一些通行吏呢都汇总起来，然后编撰成所谓的现行折例。那这个也每一般的话，每过几年都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不同部门呢有一些不一样。那这些现行折例的话，版本很多，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折例都找齐很难。但是有一个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可行的是，在当时呢，这些折例修好之后呢，并不是说只仅仅作为一个单部的折例存在。那在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呢，进到会典室吏里面。会典室吏呢，其实主要是提供给像以皇帝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中枢机构参考的一种公文，一种典籍。那在编撰会典室吏的时候呢，他是力图把所有部门的这些吏呢都汇集在一起，甚至它的范围不仅包括吏，而且包括这些本部门经办的一些重要的案件。那他们也要把这些档案呢提交到编辑会典室吏的那个编撰临时的编撰机构去，那编撰机构呢，再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呢汇编在一起，汇编成会典室吏。那这样的话，在会典室吏里面，我们就有可能看到折例的动态的调整过程。所以这样一种编撰体例，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呢提供了一些方便。那接下来呢，我简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因言生利，什么是因案生利。那因言生利方面呢，我想举一个典买田宅方面的例子。那可能对清代的土地产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在清代很重要的一个民事法律方面的一个调整，就是对这个早嫁或者活卖开始有一些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那些限制性的措施和浙江按察使同德的一个奏折是很有关系的。那在乾隆年间，在乾隆18年的时候，浙江按察使同德呢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里面呢，他有两个建议呢，后来成为政策。一个建议呢是关于这些
认肯蒂姆的这些碎器，这些碎器的这个格式。那他说，他提出了一个这个填方的器尾，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具体要怎么样来设置这个契约。那这个后来成为政策，因为皇帝的意见是发给户部去讨论，那户部最后觉得呢，应该根据他的意见来做。所以最后的决议是从之，那从之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条建议呢，就会进入到就会变成户部则例的一部分，它就变成户部的一个例。那同时呢，同德的奏折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建议，他就是说当时据他的观察，州县送案里面有很多是产权纠纷，那这些产权纠纷里面又和这个填房买卖里的。赎买是有关系的，赎买和到早价是有关系的。那为了减少纠纷的话，他觉得应该要设定年限，设定这个早价的期限。所以这样一条建议呢，最后也被采纳了。那这条建议被采纳的结果是什么呢？所谓载入续班条例。那载入续班条例的意思就是这条例呢会成为大清律例里面的一条例。所以这样的话呢，同德的建这这个奏折的建议呢，就产生了两条例，分别进到则例和到律例里面。这是典型的因言生例的一个情形。那接下来一个例子呢，是因案生例的例子。我想讲的是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叫做费用功利蓄水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讨论的是蓄水，一个农民他。自己费力去挖了一个池塘，然后通过这个池塘蓄了一些水，那些水的产权，应该怎么界定的这样一个案例？那这样一种产权纠纷呢，应该来说本来是很难进到刑部的视野，那一旦不进到刑部的视野呢，那要进行通过因案生例的方式呢，变成法律呢，其实是比较难的。但这条例这个案例为什么能够变成？大清律例的一条例呢，那这是因为围绕这个蓄水产权呢，产生了一个命案。那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非常经典的，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我觉得它无论是法学还是法经济学的水准都相当高。那这个案例它的起因是什么呢？它的起因是，河南省的发生了一个命案。河南省的一个农民呢，他挖池塘，然后蓄了一些水，然后旁边的一个农民呢去偷了他的水，那挖开了他的蓄水池，偷了他的水，那偷了他的水呢，那这个被偷的农民呢，就和这个偷水的农民之间发生纠纷，最后产生了命案，把偷水农民打死了。那打死了这个偷水农民，那这是一桩命案，所以呢，由河南巡抚毕沅通过提本的方式呢，就提到了中央。那这时候对这个命案应该怎么处理？是作为普通的命案来处理呢，还是作为打死了一个有罪的人来处理？那在当时一般的意见里面，那这个被偷的水，这个水呢不是人生产出来的，它要么是天上的雨降下来的，要么是河里引过来的。所以水的产权按道理来说是公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按打死普通人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最后刑部经过一番讨论，那河南司的这样一个最后出台的意见是认为，这个蓄水的费用功利蓄水的这个水的产权，应该是属于这个费用了力气去挖池塘的农户，所以呢，他打死偷水的人呢，这个应该是按打死有罪的人去处理，所以这样的话虽然是判死刑，但是死刑里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案例很长，比较长。那最后这个刑部的意见是认为，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一个原来的判案的标准呢，不公正呢？是因为原来的律例呢没有对于这样一个蓄水的专条。所以引用的时候没有依据，所以最后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那这个建议呢，不仅仅是关于命案的建议，这个建议里面就明确在什么情况下蓄的水的产权是归这个蓄水的人的？如果别人侵犯了他的产权，应该付出什么样的刑责？那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刑事方面的一个界定，也是一个做出了一个民事上的界定，而且最后里也说得很明确。那他为什么要立此苛条呢？他并不仅仅是要解决刑事上的诉讼的问题，
也是考虑到对农务要有裨益，也就是说对要激励这个农民呢去蓄水，去改进农业生产。然后呢，他最后提出，如果皇上批准的话，最后呢希望把这个列到新的律例里面去。那最后这条律是被批准的，所以它就成为一条新律。所以这就是一个因案生例的一个典型的情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对这些部院则例和到大清律里就刚才讨论的这些修例产生的这些文书呢进行整理，然后看一下这些例是怎么样进行调整的。那我们整理的资料，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整理的资料，对于部院则例的整理，我们主要是依据的大清会典四例。那大清会典四例里面，我们用的是光绪版，也就是最后一个版本，因为最后一个版本里面，它追溯了此前的动态调整过程，所以它相当于把之前的这样一些调整过程都放进去了，所以，整理起来相对方便一些。那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个部院则例呢，包括了39个部门，然后有329个目类，然后有8万多条。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里面也包括了醒目的律例和到四例，因为其实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大清律例呢可以理解为是醒目的一种则例，一种例。所以呢，它也放在会典四例里面作为醒目的例存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六部的这些四例的分布的情形。那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面呢，例比较多的部门呢，一个是户部，还有礼部，还有吏部，这三个部门的例是比较多的。那户部的例最多的一个门类一个类目是什么呢？是捐序。是捐序，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后面会专门讨论这个捐序的含义。那礼部呢，它的例也比较多，但礼部的例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和我们说的科举有关的供给学校，这占了一个很大部分；另外一些呢，才是和我们一般我们说的祭祀啊，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礼教有关系的部分。然后在吏的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吏部的处分吏，这个我们一会也要专门谈吧。然后再是官制啊，或者其他更具体的一些选官啊，这些官员升迁方面的一些规定。然后其他几个部门呢稍微小一些，例如说刑部的吏的数量呢其实是比较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后面还会进一步的去分析。好，这是我们说部院则例的情况。那关于大清律例的整理，我们用的材料呢，主要是薛允生的《独立存疑》。那法制史的同仁都知道，薛允生呢是清代一个非常伟大的法律学家，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技术型官僚，他是执掌刑部很多年，所以呢，他在执掌刑部的时候呢，利用了刑部的档案，对每条例的这种来龙去脉呢，都做了考证。并且呢，做了很多的评论和他注解，所以呢，对于我们读懂大清律例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是根据《独立存疑》来整理大清律例的。那在《独立存疑》里面，他考证了每条例，它是由哪个官员提出来的，因为什么提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些事项呢都做了处理。另外呢，我们也对每条律例呢都做了一些解读。这个解读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希望对这些律例进行分类。那大清律例原始的分类呢，是按照六部分类法，那也就是说，按照吏户、礼兵、刑工这样的行政职能部门的类型去分类。那为什么按这个类型去分类呢？其实有很多文书编撰学上面的考虑，并不是完全说和这个内容相吻合的。所以我们想做的一个调整，就是把它按照规范对象，或者用现代的法律术语来说，它是按照它调整的关系。来进行分类，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个调整。那我们是怎么样进行分类的呢？我们改成按这样一个分类表来进行分类。我们把大清律例里面，它每一条例的内容呢，我们把它分成这样几个类别，一个是用刑，那这是传统中国律例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部门，它就讨论这个刑的，对这个刑本身进行界定。然后呢，是一些程序性的，对司法的程序进行界定的一些法律例。然后呢，是对刑事侵害，刑事侵害方面、行政方面、民事商事民政和呢禁令方面的一些条例。所以呢，我们根据它的内容，或者说根据它规范的对象呢，把它分成这样几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和原始的分类呢做一个比较，那我们会发现呢，按照原始的分类里面，六部划分法里面，大型力里面，占比最多的是行力，有1000多条。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划分之后，会发现大型力里面，按它调整的对象来说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刑事方面的条例，有814条。那其实如果把司法的也理解成行政的一方面的话，加起来那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型力最重要的部分呢，或者说占比最大的部分，其实还是在行政方面，在自立，而不是在自民方面。那当然，刚才说的这个属性界定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牵强。为什么？因为一条例的话很难，你说把它截然分到哪一个类别里面。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对这个属性的分类呢，我们并不是说一条例只放在一个属性里面，我们划分了主要属性和到次要属性，一条例呢可能有多重属性。那例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例如说，在清代的民法调整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调整，就是关于故工人法的调整。那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故工人法的调整呢，不是放在户律里面，它不是归在户律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工人法的调整呢，它其实是在是一个间接的调整，它是出现在刑律奴婢欧家长这样一个类目下面。那在当奴婢和家长之间发生了一个刑事冲突的时候，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化作雇工人？雇工人的话，意味着就是说他的身份比平常人要低一点。那在什么时候他会划到这个身份里面？那雇工人法呢，就是在这里面进行了界定。所以雇工人法它其实针对是有杀伤的情形下，哪些人应该划在雇工人里面，哪些人划在凡或者说平常人正常平常人里面，所以呢，这是所谓故工人法它的一个含义。那我们会发现呢，在这条例里面呢，它在哪个地方发生了故工人法上故工人的一个界定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标红的这个地方。那他提到了，如果说这样一些被雇佣的人，他平时是平等相称的话，那么在发生杀伤的情况下，他是各依凡人科断的。也就是说，是作为地位相等的平常人，他们中间没有等级的身份的依附关系。所以这样一条例的话，如果在六部分类法里面，它因为这样一个例呢，它针对的是有杀伤行为的情形，所以它是放在刑律里面。但是有杀伤行为，它这条例针对的是杀伤行为，它所要规范的对象，它所要规范的关系，是不是仅仅是刑事冲突呢？那我说，其实他要规范的对象呢，其实是身份关系。这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蓄水的那个例一样，蓄水的那个例的话，他也是发生了命案，然后才进到这个刑部的判例里面。但问题是，刑部之所以做这样一个解释，是为了考虑到这样做的话，可能能够调整在一般的农业生产里面的关于水纠纷。所以在这里面呢，在刑律里面之所以会对这样一个雇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界定，其实它也是为了间接的调整一种身份关系。所以呢，在我们的分类里面，我们觉得它的主要属性应该把它放在民事里面，因为它界定了一种身份上的依附关系。但同时呢，它又有一个次要的属性，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涉及到这个户籍的划分，什么是奴婢，什么是雇工人，什么是凡人。另外呢，这个户籍怎么样去界定它，白契算不算？然后典卖字迹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因为这条例的前面还有一些例呢，是提到要有这种册籍的，所以这其实也涉及到当时户籍管理的一些行政性的规范。所以它有一个次要属性呢，我们把它归为行政。所以这样一条例呢，我们并不是说只用只是很生硬的把它塞到一个属性里面，我们给了它3重属性，一个是原来的刑律的属性，另外一个是它的内容上面它是主要规范的是民事依附关系，另外一个它涉及到行政上的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所以它还有一个次要属性。所以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分类的思路。所以我们是把每一条例呢，通过我们的解读，然后做了这样一种分类。好，那我们完成了这个整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不同类型的利率它们的变化的情形，我们会发现呢，无论是大清利率，还是这样一个各部门的势力或者说折力，它在清代呢，它的修订活动呢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在这幅图里面，下面的两条线呢，我们画的是每一年修了几条利率。每一年修了几条利率呢？我们采用了两个口径，一个是独立存疑里的口径，另外一个是汇点势力里的口径。那这两个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会发现，在雍乾之际呢，在这段时期呢，每一年新修的利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之后呢，是不断的下滑，而且下滑速度是比较快，因为我们这里用了对数刻度，如果不用对数刻度的话，这个下滑的速度会显得更快。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各部院的势力的话，通过汇点势力去看各部院势力的话，也大致上会发现呢，在雍乾之际呢，这些时间段里面呢，修的利的数量是比较多的。然后在这之后呢，也有一个下滑，但它下滑呢，不像利率这样一个明显的持续的下滑倾向。那么这些势力的下降呢，我们会发现。在乾隆晚期，相对于乾隆前中期可能有一些下降，但是到嘉庆年间可能又回升了一些，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然后程度上呢，像利率那么剧烈的下降，它稍微要缓和一些。那么在这之前，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好像发生了一个剧烈的上升，那这个是有资料的原因，因为在雍正之前的话，因为体力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力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一一考证它的来源的，所以这时候呢，有很多力的来源是没办法具体到每一年，所以在雍正讨论雍正之前的变化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资料的口径给我们带来的扭曲，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我们想关注的是在雍正之后的这样一个下降过程里面，为什么利率和到各部院的势力或者折力呢？有一个不同的表现。那为了理解这样一个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把每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力的修订呢，把它拆成不同的部分进行观察。例如说，对于利率的话，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它其实在当时呢是分成不同的部分的。那我们可以把不同部分拆出来看一下。那我们会发现呢，在雍乾之际呢，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我们在图上呢，在1720年代之后呢，到大概是到乾隆中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刑律还是户律，都是比较多的，还是以及民律里这样一些几个条文比较多的部分呢，它都是属于一个修理的高峰，但是在乾隆中期之后呢，它都出现了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呢，我们会发现不同部分下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说，刑律虽然有下降，但是它下降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而如果去看户律的话，会发现它下降非常快，它的下降呢非常剧烈。在乾隆中期之后呢，那在大清利率里面的户律呢几乎就非常少了，那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所以这样一个现象呢，有学者称为就是大清利率的刑律化。那我们这个定量分析呢，可以说是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确发现了它有一个刑律化的一个倾向，而且尤其体现在刑律和到户律的对比上面。如果我们去看各部门的势力的话，去看各部院的势力的话，我们也会发现部门中间有这样一个差异。我们会发现刑部的下降趋势呢是比较持续的。相对而言，我们会发现户部的下降呢，没有那么剧烈，也没有那么持续。吏部势力的也有一些下降，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嘉庆掌权之后呢，它也有一个高峰，所以它也不是说一直持续的下降的。所以部门之间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在吏部的吏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吏占了很大比例，就是处分吏。那处分吏的地位很特殊。那我们说，如果说大清利率是一般性的这样一个公令支书，也就是清代人意义上的对不同的关系，对不同的行为进行惩罚的一个攻一一种攻击的话，那吏部处分吏呢，就是专门用来对官员进行行政处分的一种工具。
所以吏部处分令是专门用来处罚官员的，所以是一个专门治官的一个法律书。那所以它的地位很特殊呢，对于官员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那如果我们把吏部处分令的分不同门类的内容把它拉出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吏部处分里面部门不同类型中间同样是有区别。例如说涉及到刑的这样一些处分令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乾隆年间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发生了一些下降。我们会发现发生了下降，但是和户部的这些活动有关的处分令呢，我们会发现呢，没有什么下降的趋势，甚至呢，在嘉庆之后呢，有一点上升的情形，所以呢，我们也会发现，部门之间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那怎么样去理解这些部门中间的差异呢？那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变化，这就是吏例修订制度上面有一个变化。吏例修订制度的变化当然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比如说正式的制度变化，那法制史学家讨论比较多的。那在乾隆初年的话，吏例馆呢原来由单司的部门调整到了刑部里面，然后它的编修的这个周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我们可以在正式制度上面看到的变化。那还有一些变化呢，不是纸面上的制度的明确变化。但是它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那这就是我这里说的阴严和到阴暗生吏它的倾向性的变化。那在乾隆元年的时候，是曾经专门皇帝专门下旨鼓动地方官，包括督抚聂司，聂司也就是按察司去呈奏建议，去提供这个修例的建议。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在这里面呢，等级比较低的按察使司，发现他表现非常活跃，提了很多的建议。最后呢，皇帝觉得受不了了，所以有几次批评这个按察司，特别是乾隆27年有一次批评，那专门针对按察司说他们纷纷奏请增改各层几件，一改一增，认为他们是变旧账而滋分老，觉得这个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在这之后呢，按察使提的意见呢就越来越少了，它占的比例也越来越低。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非正式的变化，它使得呢吏例的修订呢，里面阴严生吏的成分大大减少。而吏例的修订如果从阴严生吏转到阴暗生吏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特殊性呢？那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刑部案件。它的特殊性，那刑部案件一般受理的是些什么案件呢？那我们说，刑部受理的一般是命道重案。命道重案的话，它会通过这样一个逐级审转复核制进到刑部的范围里面。那这些命道案件里面主要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案件呢？那这个呢，陈子武教授和我还有朱理钧，我们有一篇合作论文里面做了一些统计，那我会发现里面绝大多数呢是普通的斗杀案件。那所以呢，命道案件里面主要是普通的斗杀案。那普通的斗杀案的话，它即使进到刑部，它对于阴暗生吏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说，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普通命案呢，它是一种类型化非常强的一种案件。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汉初的约法三章里面就在规范这种普通命案里的这种法律与关系，所以呢。普通命案的条例呢，可以说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它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在这方面的话，阴暗生吏呢，它的意义呢就会变得比较弱，而且呢，它的最终裁量权是在皇帝的。那皇帝直接去处理民间的案件的最重要渠道，其实就是他在命道案件里发挥的最终裁量的角色。所以皇帝很重要，很重视这一点。那这样的话，皇帝如果直接做出了一些批示的话，那以后再要去破旧立新的难度其实就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说，如果刑部案件主要都是普通命案的话，那通过阴暗生吏要产生新的吏，其实它的难度就会比较大。那我们做了一个回归分析来说明这一点。那因为刚才提到我和陈子武教授还有林展老师啊，朱理钧。老师啊，我们做过一些合作研究，去统计这个每个地方的命案数、命道案件数量，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每个地方
它的修例的体意数量和到这个地方发送命道算做一个回归，我们会发现到岸的数量呢，对于到力的数量呢有一个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发送到岸比较多，那的确它有比较大的机会呢带来新的到力。但是如果是一个普通面，也就是非到岸发生了的话，它产生一个非到力的这样一个概率呢是非常低的，是不太显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在，整个钱嘉时期，其实每个地方的命道庵的总数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修例的数量呢是在下降，因为其实只有非常重要的道庵呢，才会推动这个利率的，才对利率的修订有一个显著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说因岸生利的效果呢，因此呢，它就会受到很大的折扣。这是刑部和其他部门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说在命道庵里面，皇帝做批示的，做出直接的批示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刑部的吏里面呢，出自于谕旨的比例比较高。在这幅图里面，黄色的比例，黄色的部分呢，代表的是这个吏呢是通过谕旨形成的，是来自于谕旨的。那我们会发现，在刑部呢，它的比例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比户部、比吏部都要高，而且呢，在乾隆中期之后上升很多。也就是说，在乾隆中期之后呢，那可能越需要通过谕旨来打破原来的吏，所以这和刚才说的因案生吏下面新生成新的吏比较困难是有关系的。那这样一个变化呢，我们说不仅仅带来律例的数量的变化，可能也有结构性的意义，它会带来律例的结构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说了，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导致刑吏的比例的上升，户吏的比例的下降。那户吏的比例下降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如果去看《大清律例》里户吏它的内容的属性的话，我们会发现户吏里面呢，相对多的有更多的比例是这里面的绿色的部分。那这个绿色部分呢，就是代表和民商民政有关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今天说的民商法有关系的部分。那它在户吏里面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户吏的部分下降的话，意味着那这个利率的结构就变得比较单一，它的内容呢就比较偏形式化了。那实际上，不仅我们说我们的数量分析、我们定量分析，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如果我们去看定性的分析、定性的案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讨论清代民法调整里面，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几个案例，比如说楚简为良吏、故宫人法、典卖吏的修订的话，他们最主要的发生的都是和雍乾之际的因衍生理有关系的，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定量分析带来的一个才会有一个的有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去把这些例例列，去把这些事例列出来，其实也会从这些事例的重要性上也会得出类似的判断。那当然，这样一个我们说的例例的形例化过。背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中间也存在很明显的地区差异，这提醒我们可能要有更精细的一些解释去讨论我们说的力的调整。那如果我们去对不同的地区所提出来的力的结构进行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的确对于大多数的直省，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的一般的省而言的话，那么他们所提出的例的修订呢，都是集中在，司法行政淡蓝色的部分和到这个刑事红色的部分里面，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是特殊的，比如说京畿地区，京畿地区就是北京周边像顺天府啊这样的地区，那这些地区的例里面，我们会发现民商民政的比例比较高，那这些地方为什么会特殊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渠道上的原因，因为受理京畿案件的顺天府啊、步军统领杨门啊、武城御史啊，他们直接就是位列中央的，所以他们修订的吏直接就有比较大的概率呢进到吏例里面，他们可以有很多吏是进到了会典司吏里面，那么当然也就有更大的比例进到吏例里面，这是由他的这个因案生吏里面案件的渠道有关系，另外呢也和这个层级有关系。这个行政层级是比较少的，因为京畿地区的事件呢，很容易直达天听。那皇帝因为很容易知道的话，那大家就比较有积极性去报告这中间的情形。所以，因为这样一种行政的层级和信息的层级比较少，
所以它们也容易进到利率里面，所以它有两方面的特殊性。那这是利率的调整的情形。那如果说利率总体上来说它是变得形力化了，那其他折利的调整，特别是像和户部有关的利的增加的话，那它是不是意味着和民事有关的法律就转到户部里面去了呢？那这就是法制史里面的所谓部门法化的这样一个观点。那这个观点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它有可能能够把清代的传统利率和晚清的新的司法改革下面产生的新的利率体系、新的法律体系，对接起来。但是我个人感觉要实现这个对接很困难，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和户有关的利的话，会发现呢它很难归结为民事的部分，它更多可能是和民政、财政有关系的。当然，它的确是跟民生是有关系。例如说，我们会发现捐蓄率占了很大的比例。那我们会发现，捐蓄率是占比例最大的，不管是在清前期还是清晚期。那捐蓄率是一些什么样的事例呢？那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缓征占了最大的比重，其次呢是赈济，然后是像赈灾这样的一些事例。所以呢，它主要是这样一些事例。我们会看见，我们如果把不同时期这些利益的数量把它拉出来的话，也会发现。即使到了晚清的话，这个缓征和到捐赋呢，也是最大宗的两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赈济，那这三块呢，构成了捐蓄率里面的主体，这是占比例最高的三个部分。那这个三个部分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它当然不是完全说清代政府就是一个实行仁政的仁慈政府，那这个还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很多捐赋缓征呢，不是主动的捐或者主动的缓，而是因为赋征不上来，欠得厉害了，所以只能以缓征的形式或者捐赋的形式把它给免除下去。所以这是实质上的含义呢，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大致上，到晚期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缓征实际上是和税收的补欠是有关系的。当然，无论在什么时候，除了在19世纪最后的一个时期之外，我们会看到赈济活动也是，赈济方面的势力始终是比较多的。这多多少少还是反映了当时的政府呢，他还是始终想维持他在治民方面的责任。虽然我们说一方面他面对的税收补欠的财政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治民之责实际上并没有，太明显的放松。所以呢，我们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呢是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困境下面运作的。那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困境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利的框架下面，地方政府可以怎么样去行为？那在这方面呢，有一个名言，就是胡林翼说的，说地方官很难做事。为什么？因为这些部门、中央部门这些吏呢，他有很多的吏来制约这些地方官，所以令英雄气短。那在这里面，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地方官如果什么都要靠奏效的话，他的确很难办成事情。但是如果他能够对民间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动员的话，他可能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关键是我们说在吏的框架下面，给了地方哪些空间去对民间资源进行动员？那我们说，民间对民间资源进行动员可以有两种方式，大致上可以划分成两种方式，一个是奖劝的方式，例如说，如果民间进行捐纳、进行捐书的话，那么官方可以给一些奖励，那这是奖的方式。那这是现在的制度史研究里面，或者说清史研究里面讨论的比较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以义务的方式。那官员可能是他首倡要捐款，但实际上他所捐的款呢，占的比重其实是比较低的。那很多时候可能是摊派下去的，而捐款人，做出捐书的人呢，他并没有报到中央去。那实际上大多数情形下面呢，这些捐书是没有报部立案的，也就是说没有得到中央层面的奖劝的。那对于这些民间的主体来说，他们更多的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以义务的方式
提供的这些资源。那这个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我觉得特别是像对慈善组织的研究，以及像郑德满教授对福建公益事业的研究，都提到了这一点。那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利的范围里面，这样一种义务的方式，它是可以成立的。这我觉得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实际上，利直接提供支持的，在金子之外提供的义务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当然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要从一条鞭法说起。那在这里没有时间展开。那我想，对于清代的情形而言的话，为什么这样一些义务能够得到成立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在整个地方治理的框架下面来讨论。我们说，我们看到的利。我们看到中央层面的利本身是以自利为主的，但这样一些自利为主的这样一些条例、这样一些利，法律的话，它到底怎么样和我们说的地方层面上的治民联系在一起？到底怎么样对治民发生关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雍正对地方官所提出的一个问题。雍正要求每一个出任地方官的人在引荐的时候都要回答"何以治民，何以后俗"的这样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可以大致从这样一个框架下面去理解：一方面呢，地方官面临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地方官又有利赋予他的能力。这个能力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利其实没有赋予地方官很强的这样一种行政征发上面的能力，它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全权式政府或者发包式政府下面的一种行政能力，可能不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赋予的更多能力是什么呢？更多是间接的通过这样一些利赋予，地方官的垄断的司法权威。这些利是什么呢？比如说利率里面给了地方官，他在审判一些钱粮啊、互婚这样一些词讼上面的断案的权限。另外呢，他通过一些讼棍啊、官供啊、聚众等方面的禁令呢，禁止民间私自去产生一种司法，产生一种强制执行力。所以这样一些利组合起来的话，它间接就给了地方官一个垄断性的司法权威。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地方官呢，实际上它最主要的能力呢，在我看来可能是这样一种，法律上的权威，它是地方上合法性的垄断来源。那么民间主体它要使得它的民间规约或者民间组织得到一个合法性的认同，就需要通过地方官，这样的话，地方官相当于就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供给，那它使得一些制度呢，能够由民间的纯粹民间的制度进入到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民间规范的层面，也就是进入到地方法规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地方官有一个制度供给的角色。那这样一个角色呢，使得它和民间能够产生一些交易，这些交易呢，使得民间的一些组织、一些主体愿意承担一些义务，去和地方官进行配合。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是制度供给和到一些义务性的捐输之间的一个交易。当然，这个交易不是没有限制的，我们会发现法律也给这样一种民间规范的有一些直接的约束。哪些民间规范是能有合法性的，是受到一些法律的直接的约束的？那像我们说的，像结盟啊、赌博啊这些的话，它是比较难成为有法律效力的民间规范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性的一个解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利起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虽然它是间接的，可能我们很难直接去看到它的作用，但是它是非常核心的。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地方的一些规约呢，来进一步的来验证这一点。例如说，我们如果看清代湖南的行规的话，我们会发现湖南的行规呢，很大比例是分布在一些小的行业上。这些小的行业它都有个什么特征呢？它就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偏手工劳服的这样一些行业，像日杂用品啊，一直到建筑建材这样一些都是偏手工劳服的行业。为什么这些行业它的行业活动能够比较容易得到官方的认可，甚至会给他们一些配额制呢？我想，一个是利率给了他空间，利率里面有把持行是禁律，严格意义上来说，把持行是禁律，可能禁止大家去结成这样一些行业组织。但是把持行是禁律，它的法源是来自于这个生计原则，也就是说，它的法源是来自于就是禁止一些大商人去把持行是，然后使得小商贩没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它的法源是来自于生计原则。我们会看到在司法讨论里面这一点是讨论得很充分的。
它是通过援引这个升级原则，使得法常是尽力不至于把这些行业活动的空间给挤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官民之间的交易，它存在一个空间，它需要摊派差异，向这些手工业者摊派差异，而且它需要对这些流动劳动力进行管制。所以在这样一些因素的制约下面，我们才会看到这样一种行规它的行业分布的情况。同时，如果我们去看这些行规的内容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条款是开业费，它占了很高的比例。那我们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回归的话，我们会发现承办税差的话，对这个开业费呢起了一个很显著的作用。那所以呢，这些行业组织，如果说他通过开业费来能够通过开业费来设置进入障碍的话，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因为他承担了税差，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种官民交易的一个基础。那在这样一种框架下面，那地方规约的制度调整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大厅利率它的数量是在不断下降的，那地方上面的这样一种法规范，它是下降还是上升的呢？我们如果去看苏州碑刻的话，会发现和正式的法律调整很不一样的情形。那我们会发现呢，在这里面，蓝色的线条呢是代表苏州碑刻里面和民商民政有关的法律规范，它的数量的变化；红色的是行政法禁类的这些法规范的数量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的，民商民政的这些法规范的增长呢，在嘉庆之后呢，它的上升是非常快的，要远远快于这个行政法禁类，两者的对比非常鲜明。所以呢，我们说这就体现了我们刚才说的，官民之间的这样一种治理框架。那它在治民上面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如果以苏州的情况来看的话，至少呢，它在清代中晚期，当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它呈现出了一定的适应能力。当然，我们说我们刚才的这样一种框架呢，也为我们解释官民之间的关系的地区差异呢，提供了一些思路。因为我们会看到苏州其实和其他地方之间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那在清代的行业规范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通常的情形是，劳资双方一般是在同一个行里面，然后他进行合行工议，然后他在这里面会通过突出对手工业者的人道救济来获得他的合法性。这个刚才我们讨论，把持禁令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但在苏州有一点不一样，苏州在它的丝绸、棉布这些行业呢，我们会看到它抑制降工这样一种倾向呢比较明显。那我觉得这可能和商户的采买任务比较重视有关系。所以这样的话，官民之间的交易的，这个标的不一样，实际上会影响到这个民间规范的法律化。那在北京可能又更特殊，在经济地区的话，我们会发现政治目标占了压倒性的地位。所以在北京的话，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去看它地方的利的话，虽然它有相对来说更多的关于这个民事，涉及到民事的这样一些利进到律例里面或者进到事例里面，但它干涉它这些利的内容的话，我们如果去读这些条约的内容的话，会发现里面合作或交易的成分比较少，干预或者管制的成分比较多。那我想这是和它的政治目标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渠道层级的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地区差异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框架来讨论，地方上的治理结构，因为在这个框架下面，我们才能够解释不同地区的差异。好，刚才说的是在地方规约里的情形，那么最后呢，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民间文书里的制度，这是刚才没有涉及到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其实这是最值得做量化的一个部分。因为民间文书，反映的是制度运行的时态，而制度运行的时态，除了做量化之外，可能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讨论它。那例如说，我们现在讨论土地产权里面讨论很多的是典权，那典权怎么样去界定它？它包含哪些财产权利？我们会发现法律上没有说，那这个具体包含哪些权利，可能要到契约里去看。比如说这里给大家一张契约，它里面说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有一些树木，然后他现在缺钱，那就把这个树木给点出去。点出去之后，那受点人呢，他就在这几年呢，他可以采摘这个
树木的果实，利用这个树木的果实作为利息，来作为它的收益。那这样一个树木，它能够做进行点，然后用这个种子作为收益，这是一种财产权利。那这个财产权利，法律里是没有说的，它没有说哪些标的物可以用来产生这样一种财产权利。所以这个只有在契约里面才可以说。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契约里面没有说，法律里说了。例如说一个财产它点出去之后能不能转点，那我发现契约里面很少说，但是互不则利里面有说。那在到期之前，那点出方是不是可以去回赎它？那互不则利里说了不能强赎。那如果到期这个出点人无力回赎怎么办？那契约里面也很少说，但是互不则利里说了。那回赎的时候，如果这个契约一般来说给了债权人，那债务人去回赎的话，他手头有什么证据？那我们会发现，国家法和到契约里面一般也很少说，但是福建省令里面有一个规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把所有这些东西拼起来，才能够理解当时的制度到底要怎么样去运行。当然，它运行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可能只有去看契约，去看案牍这些地方文书，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理解。所以这方面是需要很多量化研究的。那对于金融方面的一些制度也是一样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所以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小结，那我们首先呢是对于清代的国家法律呢做了一个量化的整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雍乾时期还是在它之后呢，其实它智力的特征都很强，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强，智力的比例。那它对民间的规范，在法律里面直接对民间的规范是以刑事为主的。但是呢，它是怎么样和治民发生关系的呢？那我们说，在这里面，治吏呢，它始终没有脱离它的一个常规目标，就是何以治民，何以后赎，也就治民何到后赎。那后赎的意思是什么？后赎的意思，也就是说，地方官呢，他有义务呢，去帮助地方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或者说良好的制度。那地方官在制度层面上的这种供给者的能力是来自于哪里？我们的研究觉得呢，它其实是和利的规范是有关系的，利间接的提供的一个框架，使得地方官能够成为一个制度供给者，而这样一种制度供给呢，保持了相当的适应能力。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具体的渠道和到层级呢，值得更多的关注。我们要去具体的讨论它的制度问题，可能简单的贴个标签，在现在来看的话，它会可能会对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历史的具体变迁的解释力，可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好，最后一点是，无论我上面的讨论能不能够说服大家，我希望我最后一点小结能够说服大家，那就是，通过今天下午的讨论，我希望大家认识到清代制度是仍是未充分开发的宝库。我相信，随着这几年民间文书的增加，可能再过几年之后，我们的制度史的面貌可能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就讲到这里，可能稍微超过了几分钟，谢谢。好的，谢谢彭老师。好的，谢谢彭老师。哎，谢谢赤诚。非常精彩。也感谢你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个宝库，尤其是对于这个没有经没济史学家来说，是吧？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讨论环节。我们刚才说到，很荣幸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蒋勤教授，蒋老师他是我的同学，他同时也是经济史、社会史这个通吃的学者，在这个特别是江南经济史领域，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这个重要的研究。当然我们另外一位这个评议人就是我们的量化历史在线讲座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陈志武教授。那么，我们下面还是先邀请蒋老师来，点评几句，好吧？那我尽量抓紧时间哈，感谢陈志武教授和马世仁教授，邀请我担任这个点评人，也感谢彭凯祥教授的精彩演讲。那么，我不是法史的这个专家，所以我只能从量化历史的角度，来进行一些讨论吧。首先就是说，这个社会科学比较注重这个结构，那么历史科学注重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但是目前来说，好像好的社会科学跟好的历史研究都开始共同关注这些。重要事件和制度背后的这个机制，那这就我们最近的
这个量化的历史的研究，好多都是在扎实的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之上，开始来关注这个因果机制。那么这就为我们跨学科的这个交流呢，奠定了这个基础。彭凯强老师一直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范例，无论是之前的经济史的市场的研究，还是最近这个法律的研究。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演讲呢，它聚焦在这个律例和则例的数量和分类在时空上的分布，从这样一个量的角度对清代管理国家的这个法条体系，其实进行了一个非常总体性的介绍。然后更重要的是，他对利率和这个则例的修订背后的机制也进行了探究，用这样的一种量化的方法呢，应用于这个法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其实最后的关注点还是在于清代国家的这个治理逻辑。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彭老师的这个非常扎实的这个研究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从法律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视角。刚才马志胜他也讲到说，打开了一个宝藏。确实，这个清代的释例汇典和部院则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史料库。我们之前都把它当百科全书，我做科举的时候都会跑过去研究查证一下。那么，但是如能够把它系统的这种进行量化，发现其中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突破。也因为今天这个讲座呢，其实是挺难的，因为彭凯强老师用了40分钟才完成了这个利率和则例的类型背景知识的这些介绍。这个对一个普通的社会科学的读者来说，其实都是有困难的。但是，他用了最早听您的这个主题的报告是在2017年的松江，我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么多好几年的这个时间砸下去呢，我觉得一次一次的报告就看到了非常一种显著的一种进步。那么就是说，最后你能够用，你提交给清史研究的这个论文里面还没有那个回归，今天的报告里面有两个那个回归，然后就是说，我就非常清楚的能够看到了这个从阴言生立到阴暗生立的这样一个转变。然后呢，你把这个利率的形例化、则例的部门化这样两个概念也非常清楚的提出来。那么，因为我不是法史的专家，所以我只能说，从你的这个，从分析到这个归纳，这个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最后呢，我就说这个清代的这个官员的史、官方的史料和民间的史料都非常的繁多，数量巨大，真的是一个宝藏。那么，我们存在一种开展跨学科量化研究的巨大的空间。之前的时候，官员的量化研究，像李国奇老师、魏秋梅老师他们的研究相当一度都很红火，但一度后来就沉寂了。那么我们如果都能够在像彭凯强老师一样，花几年的时间把这个制度史搞得很清楚，然后还能用量化的方法把这样一些数量非常巨大的那个资料进行一些总体性的描述，我觉得再结合社会科学的方法，这个真的会是我们量化历史研究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具体的我有2点小的问题向彭老师请教，也就是说，第一个是说地方官，你最后讲到地方官他扮演了一个制度供给的角色，和民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促进了这个利率的修改。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你后面讲的这个地方官作为制度供给角色，这些官员跟你前面讲的能够上奏折建议修改的那些官员是一群人吗？因为你前面讲到阴言修例其实是后来是不太被鼓励了，那么转到阴暗修例了，那么阴暗修例的这些背后的也是地方官员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跟这个清代官员的晋升和流动进行一种结合？好像你以前是不是做过这个？做过，对对对。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些官员他们推动这个律和例的这个修订，对他本身的这种职业是什么一个关系？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时间留给各位，好，谢谢。好，谢谢蒋勋。凯翔，你要回应几句吗？好，那我先简单回应几句，就主要是回应蒋勋老师刚才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制度供给就是地方官制度供给的问题，那这个因为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的确没有讲得太清楚，所以我稍微澄清一下，我这里面所说的地方官的话，包括刚才说的阴言生例里面的一些官员，比如说按察使啊、地方督府，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利率没有关系的，因言生利没有关系的那些官员，他们所谓的制度供给，更重要的
这里制度供给的意思是，民间有一些规约，但是民间这些规约没有合法性，然后他给这些规约以合法性，把它变成就是说官府备案的这些行规，所以这样的话，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它相当于就是有一个法定的强制力，所以我说的供给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说这些行规就变成律例了，它没有这个渠道，对对，所以这是这个制度供给意思。第二个方面就是官员晋升的。我们的确也是从17年就开始在做，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官员档案，包括律例的整理，我们也是把它官员匹配起来。对，但是这方面的话，还在进行中，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吧。谢好的，谢。陈老师，您来说几句吧。OK，谢谢主持人，那个特别感谢凯霞哈，那个我们跟彭老师约了好多次。所以好不容易后来那个他答应了，还是非常的给我们面子啊。那个没开个玩笑，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彭凯祥老师呢，这些年一直是做得非常的扎实啊，也做的研究也非常多，他发表的方方面面的论文非常多的啊，可能很多人不一定了解到像他的经济学。包括计量经济学，他一直不仅仅做得很好，教这个计量经济学在河南大学一直是第一把刀子，是吧？当然这些我就不说了。那个我想有简单的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就能不能够对明朝。也做一个类似的一些统计，因为比如说像那个你前面说到那个雍乾时期这个立法啊不修例就这一下子就上升很多，到了那个19世纪初期以后呢，就慢慢的那个实际上是快速在那个修例这方面下降很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比较典型的，那个每一个朝代它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周期，因为新的朝代建立，那么很多的规则都要重新来根据新的皇帝，一些想法来就这个就大举的去推动的，然后呢，过了这个100年或者说100多年以后呢，就基本上。那个朝代的方方面面的想法，基本上都落实到，实处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很自然的，会有一些下降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当然我想那个明代的话，可能可以找到类似的这个统计资料。明朝之前的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明朝应该是可以做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对于这个，你们把那个苏州作为一个特例列出来，对于那个民事和商事方面的，那个修例啊，或者地方那个责令等等，做的那些动作比较多。我不知道，就是说除了苏州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再多找几个，不管是府也好，还是省也好，然后就看看这种修复的工作啊。实际上呢，为了进一步那个验证，或者看清楚那个因严修例还是那个因案修例啊，这个可以根据当地的这个事件发生的那个数量来作为那个解释变量啊，这个作为 X 来去看看那个修例的某方方面面的规则，这个推出的次数和频率啊，作为 Y。这样的话呢，我想像苏州那边特别是开府以后，那个可能那边的商业交易会特别多啊，因为商业交易引发的纠纷，使得跟商事有关的修例，在地方修例会增加很多，但是也许这个，比如像湖南或者是像你们老家江西。也许会有械斗比较多，我不知道，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啊。有一些时期械斗比较多，所以把这些械斗也好，
特别是像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数据库，就是把朝廷这个正式惩治的那些官员那个类别次数、时间啊，这些我们都做了很详细的统计的，然后把你们那个修例的那个作为外，我们那些惩治的频率、次数和类别啊作为 X 等等，可以更进一步的这个去做一些剖析去挖掘一下。好的，我就两点啊，谢谢。好的，凯翔，您要回应吗？好，那我简单回应一下，我觉得陈老师提了几个问题都很重要，一个是关于这个就是力的下降，雍乾之后力的下降是不是朝代周期？那这个呢，我们其实做过讨论，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在法制史里面也对力的整个过程有讨论，包括可以推到宋代，然后到明代。那从明朝的情况来看，其实明代是晚期之后，这个问刑条例开始就是说大规模的修缮，它是到后期，不是到后期下降。那在清代的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力的这个变化还有它特殊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强调的不仅是律例的绝对数的下降，而且是律例相对于部门则例的相对下降。所以这个相对下降导致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们想强调的。对，然后您提到第二点，就是说地方层面这个，除了苏州之外，其他地区的情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包括苏州，在这里没办法展开，就苏州其实还是要细做，就像您关心的和金融有关的那些商事方面的规范，其实在苏州的碑刻里面也很少，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面，金融商人去和这个官府进行合作、进行交易，然后来获得合法性的需要比较动机比较弱，那直到什么时候呢？例如说湖南的话，它的这个前业的规定，经过这个地方官直接去批示的时间是在光绪20年，就很晚了，所以这个的确是到比较晚了。所以这就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金融法规，其实在这里面就很晚才发生，所以这个也是和那个框架是有关系的。如果要看每个地方的事件和到它的修例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说现存的这种资料完整，比较匹配的比较好的资料比较难找，但是有一个档案应该是蛮适合做这个研究的，就是巴县档案。那这个像周玲啊等一些学者，他们有做这样的研究，期待他们将来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吧。好，谢谢陈老师。我插播一个来自梁启智教授的问题，他问你有没有把研法也纳入研究的打算？研法。研法的话，我没目前没有就是说直接把它纳入研究的打算，但当然我知道它很重要。我现在在做一个金融方面的研究，跟研法有关系，但是也不说直接有关系，只是说间接有关系。对，谢谢梁老师的提醒。好的，那么下面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观众里面也有很多大牛哈，其中有一个由蒋勤教授推荐的，来自复旦大学法学的这个青年才俊副教授赖俊南教授也在这个嘉宾席这个观众席。那么我们下面请 Graham 把这个让这个赖教授来这个给我们点评几句，好吧？他是专门做这个法律史的专家。哎，赖老师，您能连上吗？现在？应该能吧？你们能看见我吗？看不见，但能听到你。哎，奇怪了，这我这边这个摄像头我应该都是开了的，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没有我的人像，我也看不见我自己的人。没关系，您可以讲，哎。好像。哎，没关系，您可以讲，现在可以听到了，应该。哦，现在应该可以了。也看到了，好，对，你好。我不好意思，我这个电脑出点问题，所以我是用手机的，可能这个设备没有那么好。好的，哎，好的，谢谢马老师，谢谢蒋老师，谢谢陈老师。那个也谈不上什么专家吧，就是我确实是法律史专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毕竟还比较年轻，其实真正处理经验资料的
年岁吧，还是比较少的。我从一个法律史的学习者的角度谈一谈，我今天听下来这个彭海祥老师这个讲座之后，我的这些一些收获吧。彭老师的书其实从交易到市场那个，其实我也看，很认真的看了，也是非常的崇拜的。那么，就是我觉得对法律史的启发来看的话，其实彭老师今天这个报告的话，他是用一些新的一系列的法律分类的标准，新的对条文分类的标准，以及第二个就是他严谨扎实的量化分析方法，得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新洞见。这些洞见对于法律史学科确实是能够构成非常强的刺激和启发。比如说第一点这个洞见，我看我的笔记啊，第一点这个洞见就是它的这个新的对于大清律例的条文的分类体系，这样一个分类体系去进行量化分析之后，它得出的结论是，在大清律例里面，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规范 （criminal law） 的条文，并不是占据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更多的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行政法的这方面的条文。那么，这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法治，包括对于这个大清律例这么一个法典本身的认识，其实是能够构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的，因为我们对于法律史的理解，对于中国法治史的理解，基本上通说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刑法史啊，就是一个跟，刑事法律有关的。我们的专家的重点也基本上是在这个刑事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那么第二个对我来说比较大的洞见，就是对于大清律例的这个刑律化的解释，因为这个，彭老师他提供的一个解释的理由就是因言生义这么一个模式衰退了，而因案生义这么一个模式。是啊，被维持下来。那么这个东西也有助于解答一个很要命的关于清代法律史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治九年之后，同治朝晚期之后，清廷它就不再制定新的条例了，不再制定这颁布新例了。那么从彭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吏治涣散、社会动荡的问题，可能有可能这个比重也还比较大，而是从技术的角度讲，从规范生成的角度讲，它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当刑部它这个生成条例的模式完全变成了这个因案生义这个模式之后，那么刑部每天处理的这个命道重案里面，它已经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所以可能就没有什么新的条例的这个需求，可能是现实中没有这个需求。那么第三个对我来说比较启发大的东西，就是这个，它以这个行规为例，展现出这个基层民间规范和中央规范之间的这些互动，而且呈现出了地方官他在这个制度供给中的角色，而且他要强调的是，这个地方官供给制度的时候，他不是任意乱来的，不是拍脑袋的，而是会结合国家制定法上的一些的依据。那么第四个对我来说有启发的洞见，就是这个清代国家制定法就包括清律里面，因为刚才彭老师讲了，因为由于只留下了因案生义这么一个规范生成方式，那么在清律里面，它民事法律规范它其实一直就比较坚固，比较僵硬，它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所以这就会导致国家制定法层面上的民事条款的减少。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进一步引发导致地方层面上，尤其是州县层面上，民间的这种民事性的规约的增多。这一点确实是我没想到的，就是一个中央的正式的制定法和基层的民间的这些规约、民事条款之间一个互动和互补的问题。这四个洞见，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包括对应该对整个法律史学科来说，应该是值得进一步去重视和反思的。那么有两个小问题吧，主要是跟材料有关，我想请教一下彭老师，因为我作为一个法律史学者，我最近几年都比较关注这两种材料。第一个材料就是省级立法，那么省级立法其实现在已经出版的东西也很多了，就是所谓的省立。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彭老师，就是如果用这同一套的方法、同一套的分类的标准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去关注省立这么一种材料的话，那么又能得出什么样的一些洞见和结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也热了好几十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州县的衙门档案、县衙档案的问题。我看彭老师这个报告里面好像对这方面相对涉及的比较少，但其实这个在法律史学界，这个彭老师也很了解，在法律史，包括在社会经济史里面，这个材料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些巴县档案、南部档案、丹心档案，做的人也很多了。所以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种州县的县衙的官方档案，它的进一步的挖掘的空间在哪里？其实最近我自己也比较迷茫，还能不往能往什么方向去拓展，做出一些新的出彩的东西来呢？如何把它从一个地方观察到的结论和
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也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些问题。我今天说的就这么多吧，谢谢。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赖老师，非常精彩，谢谢。凯翔，您可以再简要回应几句。简单说一下是吧？好，谢谢赖老师，非常感谢这个专业的点评。那我觉得赖老师刚才说的有几点非常有意思，一个是他说到我们的解释其实为同治九年后为什么不修理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解释，这一点很有意思，其实是我自己没想到的，所以是赖老师比我更敏感，所以谢谢您的提醒，我觉得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其他部门的理都还在修啊，只有户部的哲理为什么他不修了，所以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然后关于您提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省力要不要去整理，怎么样去整理，其实我们对省力是发生了兴趣的，也我自己也把出版的几套省力找过来读了，但我觉得难度就在于省力的体例它不太统一，不像中央部门的这些法律，就是各个省之间的省力涵盖的内容其实相差很大，比如说福建省力可能我们会看到民商的方面比较多，但有些省的省力只是一些章程，所以这个怎么样去整理，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想太好。第二个关于州县衙门党的利用的话，这其实是我们一直非常想做的，但是从这个科研能力上来说，可能我们现在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处理州县档案，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可能是有十来年的大部分精力是投入在刑科题本上面，所以八县衙门档案像这些州县衙门档案我们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就像刚才陈老师提到的，每个地方的这些案件和到它的这些行规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关系，比如说在一些学者的著作里面，但是怎么样把这些关系对这些关系进行检验，我想有这么多档案在，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肯定很大，这应该是未来我们说制度史要法制史研究的应该仍然是主流之一吧。好，谢谢赖老师。好的，好的，谢谢彭老师。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留给上海交大的袁维鹏教授。当然就是我来转述了啊，他的问题是晚清的中央权威下降，地方督抚权重，这个现象在这个修例里面有没有体现出来？好，这个现象其实在例里面没有直接的体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哲历的话同治九年历历的话同治九年之后就不修了，然后会典释历的话也是到光绪年间然后光绪晚期同光之际的很多东西就没有，但是还是看得出一些迹象，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缓征，也就是这个赋税的缓征，那这个赋税的缓征的话看起来每一条缓征写的都是阴灾，但实际上是不是阴灾呢？我们去看其实那些报灾的记录，那灾分在十九世纪是不断上升，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很明显是中央的控制力下降了，然后很多博弈是在督抚和到州县的层面进行展开的，所以这方面的确有一些间接的体现，但可能这个例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材料，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好，谢谢。好的，谢谢谢谢。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再次感谢彭老师，再次感谢蒋勤老师，还有赖俊南老师，还有各位听众。那么最后我们请陈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并且那个宣布下一次的量化历史讲座。啊，我就不用总结了，谢谢谢谢那个谢谢凯霞，谢谢蒋勤老师那个的点评，还有赖老师。今天那个志成做得非常的不错，到底是山东人，所以那个方方面面的都非常的优秀啊。那个然后因为我们已经超时了，所以我就不多说其他的。下一周呢是英文讲座，下周讲座的人呢是Sasha Becker， 他原来是在英国那个 Warwick 大学，现在在澳大利亚做教授，他方方面面的研究，尤其是那个新教改革的前后
对于欧洲社会对于犹太人和经济发展、文化、社会这些变革的影响，发表非常非常多，非常出色的优秀的这个学者下周是他来主讲Sasha Becker。好，欢迎大家到这个网站上，比如说这里的二维码你可以去扫描等等，欢迎你们参加下周的讲座。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马老师，谢谢陈老师，谢谢各位。再见，再见。